奥斯卡与今天呢，三剑客来到了新竹的新丰国中，要来上体育课。哦，上体育课该有哪些项目？哇，今天呢，听说有两三种非常刺激，然后我们平常没玩过的一些挑战项目。哦，今天呢，我们上的比较特别，我们叫做适应体育课。哦，该什么是适应体育？哇，这个适应体育课呢，就要来请专业的罗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老师好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哎，那想问一下老师，什么叫做适应体育课？突然觉得站在两个中间好像好挤的感觉。我们两个，这个老师两个会加入吗？通常适应体育课理念就是从我们一般学校的体育课程所分支出来的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一些平常比较没办法参与体育课程的特殊生，提高他们的参与程度。老师，因为这样子是不是会专门设计很多又刺激又有趣的活动？会，没错，就是有又刺激又有趣的活动，才来找三位聚聚来挑战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的项目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挑战项目是从袋式橄榄球当中所简化的一个游戏，就是抓尾巴的游戏。从对手腰间的两个腰带腰起，把它拔下，先拔。是我们没有尾巴。等一下我给你们安装全新的配件。老师老师，那还有什么样的活动？还有就是泡泡足球的活动。泡泡足球是什么？哇哇塞！就这个，这么大一颗，这个要怎么玩呢？这个两个人会穿进去，然后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相扑开始。哦，怎么穿？怎么盖一试穿一下？好，盖一试穿一下，训练身体的对抗性。哦，用这个互相撞击就对了。没错没错。哇塞，撞一下撞一下撞一下波波。哎、欸，哇塞，太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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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事不宜迟，赶快来开始挑战吧。OK， 好，来第一关。第一个挑战内容是袋式橄榄球的抓尾巴的游戏。哦，先把这个绑在腰间，对，好，两个都做得很好。然后。来这里，你的血条，你的血条，每个人有两条命，挂在左右两侧。哦，这边一个。我刚才应该示范一下，这个要怎么把别人的腰带扯下来。你说我现在示范一下。对对，你跟老师示范。我刚看到他这边写国训中心，我就问他专项是什么，他跟我说柔道。各位不要怕，快点。哎哎，请多多指教。好，我们来示范，就在那个圆圈圈，在这个圈圈里面是。对对对对。来呗，开始。好像要打格斗一样哦。好，再剪一条线，剪一条线。哦，结束！哇塞！好凶残啊！哇塞！不愧是练柔道的，不愧是柔道的，非常的强。然后我们分成三队。每队呢跟三个学生，总共四个人，四对四的比赛。那现在是不是要开始进行选队友的环节了？好，那我们就来选队友吧。来，同学，再见。喂喂喂喂，直接选了吗？又是残酷的人气比拼的吗？直接选队友，直接选了吗？哦，那你要选谁？选好了，这么快？正一，来，选好了。该该。等一下，是不是你跟药师又要先对决，再挑战魔王波波了？对，这一组的策略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游戏蛮难的，而且你要学会格挡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相信你，就是不要停在原地，我们要不断的移动。我们来一二三，加油一下！来一二三 ，Yes！ 我们这一组的策略是什么？我们战略就是。偷袭啊！对，我们不讲武德，反正直接来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完美的计划。这一队又是魔王关的，他们挑战完再挑战你的队伍。嗯，那你们这一队有没有什么计划？我们没有计划，因为刚才他们跟我讲说，叫我相信他们。真的？真的，他们是柔道队的。是啊，他们也是柔道队，所以你就是给他们扛着就对了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躺分的家伙。反正他们扛你会扛得很累哦。没错，他刚才就跟我讲说。没关系，他们可以的，要相信他们，相信我们，相信我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看来你的队友选择了你，他们要 carry， 他要 carry 我。哎、okay, ，好，那期待你们队的表现。Okay. 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场袋式橄榄球抢腰旗的竞赛，选手进场。Yes， 来，双方选手敬礼，请多多指教。好，这边说一下规则，等一下呢，每组两个两个在场地内，两个两个。如果其中一个人两条腰带都被抢掉死了，再换下一个人上场替补，下一个上场，这样懂吗？懂。如果四个人都死了，
对方就获胜 ，OK 吗？好。如果等一下有人掉一台腰带，掉一条腰带，我就吹哨子，哔哔，双方就在散开，整理一下再进行下一次进攻 ，OK 吗？没问题。好，来，那么我们双方决定哪两个先在台上。好，来，预备。小心小心，加油！加油！嘿，黄总，嘿，黄总。选手
敬礼，请多多指教。备 ，Go。波波，你魔王关加油啊！药师敬老尊贤呐、啊，敬老尊贤啊！啊，来呗，进吧。赛是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泡泡足球的比赛，那我们玩比较简单又刺激一点的泡泡相扑。哦，嗯，两个人穿泡泡装互相对撞，也可以撑住不被对方撞倒。哇，撞倒就出局，这么简单，就是把对方撞倒就赢了。对，有点像相扑的规则。
那等一下你们两个谁先对撞？等一下先，谁我们猜拳好不好？猜拳，好，输的输的两个先撞，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好啊，然后赢的人就是种子球。又种子球，可以，因为我觉得我每次都是种子球员，不好意思，那就不好意思了哈。比方说不，耶，那我是种子球员吗？没有，我们两个输的跟你玩，来，然后。好，你们先在这儿。要吃种子。耶，来一杯。我全力撞。啊！啊！不管干我不管。啊！啊！不管干我不管。老师，那这个这么简单吗？只要穿着泡泡装跑过去就获胜了吗？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啦，我们有安排我们的障碍物啊，同学阻挡。哇！我发现里面混入一个怪物，里面有氪金玩家，氪金玩家。我们等一下谁先开始？谁先开始？等一下，我们直接来猜拳好了，猜拳。啊，不要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从最老的开始啊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再出战，应该最后一个最好，因为学生会累的。哦，对吧？对吧？那从最年轻的开始。没到哦，你讲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波波先开始了。好，波波开始。波波，波波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紧不紧张？还好。哎，干，你这样子很性感呢。哪里？你这样子很像，你现在好像那个跳伞的那个空兵。不是有平板出来？啊啊！有路过吗？好棒哦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走。好，第一场。让我们欢迎波波登场！波波，继续爬起来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站住！滚过去！滚过去！哇！你走！哇！波波起不来啊！波波。失控了，失控了！这样子不行啊！来呗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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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好多！来吗？波波累了呢。对对对，不是，那个氪金玩家有点太过分了。氪金玩家吗？你是说这氪金玩家吗？哎，氪金玩家，你为什么？你这样子，你这样没有敬老尊贤哎。没有，你这样子不讲武德。没有，他直接在前面一直把你卡着。没错，他直接不让你往前哎。他们之间两个人有氪金玩家，你要赢很难啊。选手是盖伊，计时预备。
哇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很舒适哦，这还可以躺一下哦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该你不要放弃了，哎、欸，很绝望啊。你刚才没有看到我那个冲锋陷阵，你要躲了，躲不了，他们学乖了，他知道了你的策略了。铜墙铁壁，你这上绝望了，你的体力是快用完了。救命！哎，兄，哎兄，哎哎，老公。你以为你找到空档了，结果没有。这画面真的是很绝望，超绝望的。你知道我其实我上一半的时候我超绝望的，我一直想说我已经过不了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到突破重围的方法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好大！哇，这个很猛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双卡标点，感觉是怎么样？根本过不去。你是不是很绝望？很绝望。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他们刚怎么搞我？有我看到。你觉得是我不够努力？没有，你很努力。我觉得那个氪金玩家太过分了。总之，我先站起来吧。所以你现在站起来，你要赶快冲，把头发衣服都脱了，快点冲！这是偷袭。感觉如何？不是，他们没在跟你客气。没错，他们没有在敬老尊贤。对，他们来真的。哎、欸，各位同学，要等刚刚怎么搞我的？等一下，加倍给药师。收到。答应我。好。Yes。副官机器蔡药师。好。哎、欸，我刚已经特别交代他们了，我特别交代他们。怎么对我的就会怎么对你啊！对，我在想到对要怎么办。我跟你说，硬撞你会消耗很多体力，而且撞不赢，就让他们撞就好。你一定要找破口，然后跑绕过去。好吧。对，但是你要很小心被从侧边撞，因为你会直接倒掉。对，好，加油啦！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药师登场。药师直接被吞噬了，他们就像一坨僵尸一样。然后这个时候是最绝望，就是你打了以后。
用。对你打用，他们又挤上来，你完全站不起来。我们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他开始硬碰硬了，对他等一下很快就没力气，你看他已经没力气了，他又倒下去了，他没力气了。哇，你觉得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套吗？我觉得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除非一直躲，我觉得一直躲是很有用。但是他们那么多人，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躲？因为就是先让他们站起来，先站起来。哦，先站起来。先让我站起来，一定要站起来。对，然后站起来以后开始。哦，这是我刚才的策略，就是这样。我刚才就是。就是至少要让我站起来吧。哦，感觉有前进呢。药师很绝望啊，他连半场都没过啊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啊，他估计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累了，我也而且他现在他这个方式起来马上又会被推倒，而且他都一直跟他们硬碰硬，对，他硬碰硬又很难，你看你撞倒了一个，但是又有三个撞上去，后面还有四个，对，他现在在硬碰硬，他不懂，又一个又一颗，哇，切入，然后把那些可恶的活动声撞飞，我们来报仇一下，好不好？
师，学校的体育课好累，辛苦辛苦你们。有没有运动到重温学生时光的感觉？有一种过度训练的感觉。过度训练了。该你们觉得哪一个游戏最好玩？那个带式橄榄球，我觉得它很多元，它有步伐的移动，然后敏捷防守、进攻，对，防守反击等等的，我觉得它非常考验你的反应力、敏捷、协调性，跟你的那个反射神经动作。哦，我也觉得那个比较好，而且那个比较不会累到绝望。因为泡泡球就是比较感觉有点身体比较难去控制，就是如果真的在中的时候，其实它可以玩的类型比较少，它就是往前对或者是撑撑这样。老师，这个泡泡足球平常都是这么硬的玩法吗？还是别的玩法？我们平常当然不会那么硬啦，我最常玩的就是泡泡相扑。就他们互相的练习身体对抗，对，还有其实那个球很重，一个球十几公斤，扛着对学员来说就是一种训练。像这种适应体育课啊，平常就是上课上起来就这么欢乐，这么好玩。平常上课上起来差不多就这种感觉。哦，那么你们刚刚体验的项目，在我们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，也都是有让学员去玩，让学员去体验。那但这就除了欢乐，除了好玩之外，最重要的过程就是透过这些项目来提升学生的，像你们刚刚看到的反应，然后敏捷，然后穿着泡泡足球这种负重的训练，然后让他们愿意去跟别人对抗，他们就会知道啊，我一下就倒了，我身体某些肌力不足，会愿意去增强，因此更爱上那种在体育课程有训练锻炼，还有那种成长的感觉。就是适应体育最主要的目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了。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罗老师跟新丰国中的同学们。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健盖一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